欢迎来到魔法研究所，我是佳佳。开始之前，想要提醒大家，记得订阅我的视频和设置通知，这样如果我有新的影片和最新魔术消息，大家会马上收到通知，谢谢。今天跟大家研究的是 Bondage， 中文名字叫捆绑橡皮筋，是 Dr. Zero Thomas 的作品。魔术效果方面，捆绑在魔术师手指上的橡皮筋会在观众面前消失。这一个魔术包含一个教学影片，影片长23分钟14秒。有一些东西大家要注意。影片建议使用一些高数值的橡皮筋，我非常认同，因为这一些效果都需要特别的拉扯来设置。低数值的橡皮筋会很容易断掉。刚开始有可能觉得设置比较复杂，只要你愿意花时间练习，你一定可以做得到。影片教导三个效果，设置方法都差不多。表演方法简单，容易办到。魔术师完全可以控制橡皮筋消失的时间。观众也很容易明白橡皮筋的变化。教学以魔术师角度解释每一个效果，很清楚看到如何设置和如何表演。我最喜欢每一个效果，表演完后都可以很公开展示双手，没有用到任何特别的道具，只是一些普通的橡皮筋，感觉很随意，观众会很投入享受这一些魔术时刻。基本上你可以在 Dr. Zero Thomas 跟视觉强烈效果之间画上一个等号，如果你喜欢他之前的作品，这一个你也不会失望。在这里我想要感谢 Penguin Magic 的支持，让我可以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魔术。如果大家对这一个魔术有兴趣的话，请到他们的网站购买。谢谢你们的收看，下次再见。